陈志杰走过来，嘿，我们现在在，耶、yeah! ，我们在德国，然后这是小，耶、yeah! ，这个人昨天喝酒喝太多发疯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小杜的房间，小杜就是我们这次那个的 host， 人超级 nice 的，但是大家没有发现他不见了吗？他在哪里？他在煮饭，他真是太 incredible 了。Hello， 小杜。你在录影吗？对啊。嗨。他竟然为我们在煮饭呢，煮意大利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人超级好的哦，现在单身嘛。对对对。真女友中。真女友，我要真女友吗？有真女友吗？不排斥啊，不排斥。还是你有喜欢的人了？别，嘘，嘘。有没有啊？困扰哎。这一集是小杜煮饭特辑，他是超级新好男男人。我们来看这个。意大利面，然后还有等一下还有香肠，还有花椰菜嘞，花椰菜在里面。然后这里面电锅里面是神秘的茄子和蒸蛋，你看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好，我最后再拍一下整女友中的小杜，跟大家说一下嗨吧。嗨，谢谢小杜的热情款待，我们的旅程明天就要画上终点了。然后这个电脑宅男还在那边用电脑。他今天怪怪的，你看他今天脸红红怪怪的。好啦，那就这次的旅行非常的棒。我们厨师就进来了，拿筷子。我现在在整理我的影片。好 ，See you。